外销四成，啊，国内是六成，对不对？外销四成。哎，外销四成里面还包含哪些国家？大陆、香港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汶莱、加拿大。那其中那个大陆是比较在外销的这些是比例占的比较高吗？外销它大陆方面差不多两成。因为三月一号开始禁止凤梨输出，那我们的心情会不会很担心？会很担心的，现在就担心了，嘿，现在就担心了啦，嘿，啊，就是希望政府帮忙啊，嘿呀，帮忙就是，能够再多销外销，就是一定要外销，外销看哪里都可以，哎，多帮忙几个国家哈，啊，我们这样子的话，产地就会价钱就会一样就稳定了，就比较稳定了，有外销出去。然后，因为我们都有量产嘛，那个茂谷柑也有量产啊，啊，如果有外销一些出去，那个多一点外销啊，国内的价钱就比较稳定了，嗯。那现在因为凤梨被限制嘛，然后政府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，就是鼓励大家都吃凤梨。那如果茂谷柑也被限制了，该不会也叫我们都吃茂谷柑？你心里面想说，应该比较积极的方法。会这样子吗？会希望叫大家国内内销多吃吗？嗯，当然啦，我们的那个茂谷柑就是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也一样要国人多吃的啊。但是就是还是外销哈，多一点这样子的，要稳定价钱是机会比较高啦。就这样子，嗯，虽然还没有被禁止，会不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波的受害者？担心哦，就有在担心的啦。嗯